我这把直接让他们牢底坐穿，你看着我这个操！我真的会让他们牢底坐穿，好恶心！你不觉得？你们不觉得这些队友很恶心？这样玩游戏，这万豪也不帮我拉一下，血路都快出来了。巴不得我死！谢谢紫云和暖暖送的礼物啊，谢谢老板。这把不去了，这把就是中单挂机，没有。这把真没有。他在我中路过，别退兵，来测我经验。果然测我经验。我听到你了。妈的，被吸了，还又被他吸了我一波经验，血亏。我们学个加血，兄弟。这什么意思？走吧，我这没，我这不疯了吗？我觉得我这不疯了。三个人分经验，比两个人经验还要少。老弟呀、啊，不能这样玩男枪的。哎，谢紫云送的很多礼物啊，谢谢老板。刚才谁开了个超粉，兄弟，把你超粉卡刷了呗？哪位兄弟开了个超粉？我刚才没看见，我看到有人开了个超粉。这男枪恶心我的，那自己也不刷野。是摇还是不摇？这是一个问题。我这 N 七送的超分卡，谢谢老板送的超分卡。哎，一三二好低。我不动了。差不多是。兄弟挂机了。打了我一趟，你是又来人了吗？六人。又搞这个意思了。
哎，这么多闪，跑不掉哎。跑不掉呀！谢紫云送的很多粉丝牌，谢老板。还在 A 呀，兄弟，拉一下呗。好像。怎么感觉又没了？好难！今天全是输的局。走了，是他们自己打崩的，跟我没关系。上路被单杀，下路自己没打过，跟我没关系。我不由这的。我信号都懒得发，死吧，跟我没关系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Double kill. Enemy double kill. 差不多是时候。发野区。该赢该输，看淡了这把。有人头的，是摇还是不摇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带钱贷款的吧，这么快是的吧。有人头，没有人头。没我什么事儿啊。正在路上。上一次了，这是一个问题。你在凶你妈呢？
没办法，有治疗有盾。没有办法啦。这东西好像顶级求人鱼，摇摇晃摇，这个也许有点痛。我们中上也拿了很多人的，是要还是不要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哎，这给他丢出大招了。差不多是时候了，刚才碰了下野怪，我被野怪打死了。没有和气，摇摇晃摇，自信自信，不要去帮了。我听到你了。是摇还是不摇，这是一个问题。好惨嘞。打谁都被单，他这下子狂兽金刚臂，炼金无效伤害，我这伤害打到你妈逼里去了。你这个白痴一样，开个毒，别人都在后面追是吧？人人都是你这么个白痴。正在路上。无效伤害，笑死我！
趁他们当时一直 Q 两下，别人加水加回去了。补刀挺多的，装备还可以。挺住！小的就不要了，加油，还有点机会。我觉得这样玩挺舒服的，虽然局势很劣势，但我不着急，我在发育，在偷发育，没有乱节制。是有还是大张就不要了，这是一个问题，那就不要呗，我也不会去看的，他们崩跟我没关系，这不是我带崩他们的。差不多是，又被呛了。
长尾门特沃。我听到你了。你抢的 C 不了就麻烦。那抢的能 C 的话，给他们。说了无效伤害打得你妈逼的，电击怎么打无效伤害？技能都不放，操作不了。一个 ADC 都秒不掉，嗯，这些人又喜欢出去送一波，还能打的。那只会 K 头的小鱼操作没有，哎呀，难搞。这个 K 头高手不是个。操作高手，背个 ADC 的有问题啊！啊，我背洛克又能怎么样呢？这装备能秒他？这装备能秒？你在跟我开玩笑？给龙魂了，更加难打了。这是一个问题。这把最大问题是他们没有操作，有装备的，三件套都三件套。问题这几个哥们儿没有操作，你能理解吗？这一卖成这个样子，一个人都拿不到。都得我这样开，多开几波才有机会。哥几个来点操作啊！得出个重伤，对面有水龙头。哎，我们已经装备已经很好了，来点操作，来点操作。这快四件套了。来点操作真能玩。一定要这兄弟操作，辅助沉默给了艾克，给好一点就能打了。这种大佬还是可以拉，
说句实话，大龙也没。我操，太烂了。可以浪浪。这我感觉开始就应该了，应该去看歌颂你。我听到你了。把两个超级兵得清掉。少个人。这好有难度的，南墙应该不会再给我开了。后面没人了，全是 AD 的，我还要补一下。打不过他，这闪电交的有点浪费，然后我又想杀，不该交的有点后悔了。交完下步弹怎么办？哎呀，输了，我这闪电交的，兄弟们，记了，我的杀这个露露没有任何意义，这个闪现。我觉得输了，我这三年交的，不交就好了。我下步有个闪，还再开一步，那没闪现怎么开呀？除非这南墙再翻兵，他再往我脸上走，输赢看南墙了。这个好兄弟呢？我队友在看我，炼金开好一点哦，开不好技了，真的。没有办法。